今天要去露营，今天的穿搭就是那种比较随性一点的，然后休闲一点的。其实有点热，但是我觉得就这样搭配一个毛衫还蛮好看的，对，然后提亮了我整身的这个颜色。我上次倒是有学声乐，然后今天嗓子其实还 OK， 觉得马上就要出发了。我现在已经到录音棚了，然后第一个不是我录，其他人录，所以我现在练一练，再等一下。心跳。为啥你的头发乱七八糟也是有造型的呢？自然卷 ，YY 卷。自然卷 ，YY 卷 S。你要过来吗？看见吗？看见。都可以，就是其实看看他的脸。为什么咱俩研究的课题是看万年不变剪刀手，对，万年不变。今天的行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拜拜。